这个太难了吧。OK， 走吧。中秋节快乐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星星前浪。我是星星，我是星星。我们今天要补光灯笼。这是小屁屁猪。你的是佩佩猪的哈，佩佩猪小女生，姐姐的，我的是小白兔，它楼上有花，夹子花，这个是它的灯笼灯，它的要放电池的。首先呢，这个是要放电池，谢谢，我的电池很大哟。会吗？会自己弄吗？啊，我可以开了。哎，好了。你的是什么歌？什么歌？那个是新年歌。新年歌、啊、你的呢？好像在睡觉。在睡觉的歌。换个他的灯笼。换组装灯笼了哦。这个是他的说明书，教你们怎么做的。这是我人的。做起这样，手工灯笼。我，而且小心一点哦，它有黏黏。我的是有黏的，哎，很黏。你的脸呢？你的脸还没贴，贴的比较容易，就贴掉。哥，还有一个是谁的？什么东西？如果妹妹的，是我的。这个太难了吧！我剩下一个。Okay. 我是先找他做好是这样喽。一个鼻子还没有对上。
爱。眼睛这个很难抓。这里要放在中间，中间，就是上耳朵的上面。那给我试试的玩弄。准备的已经好了，好可爱。哦，姐姐的好可爱。哎，可以站起来。好了，好美。我的。你好可爱。好的吗？哇哦，好美哦！下面也是有，爱心，刚才真的很漂亮。这里在跳的，哎呀！我们已经组装好了我们的灯笼，好可爱。那我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拜拜，明天晚上见。今年没有什么人，因为 COVID 的问题，所以没有活动。可是还是装得很美，这里。但是还是很美哦。这个掉了他眼睛。有掉一个人。飞走了。飞走眼睛啊，看一下。哎，很美。姐姐又掉一个了。我们已经回来了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。
中秋节快乐。